前几天李小冉生日，晒出和谢娜为其庆生的照片，满脸的胶原蛋白嫩的能掐出水来，整个人白的发亮，比他小五岁的谢娜在他旁边都要黯然失色。网友纷纷惊呼他这是逆生长啊。李小冉的皮肤好在圈内是出了名的，都说一白遮百丑，真是所言不虚。随着时间流逝越发的美丽，谁能看出他今年已经41岁了呢？即使穿上一件简单的 T 恤，李小冉也是身材颜值气质都非常的好。其实娱乐圈中1976年出生的女星还是蛮多的，她们有的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的还在娱乐圈打拼自己的事业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今年41岁的女星，看看谁才是风采。1960星如转眼间当年的紫薇格格也已经年逾40了，当年她在《还珠格格》和《情深深雨蒙蒙》中的紫薇和如萍扮相让人印象深刻。去年林心如和霍建华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他们的女儿也在年初出生。前几天还有网友爆出林心如和霍建华同框为女儿祈福的画面，看来一家三口的生活很是幸福甜蜜啊。已经41岁的林心如依旧光彩照人，皮肤超好，即使生下孩子身材也是恢复得很迅速，真不愧是女神呀。前段时间有传言林心如将在新剧《东宫》饰演18岁少女，网友纷纷吐槽她虽然颜值依旧，但毕竟已经人到中年，再演18岁少女就太牵强啦。赵薇，赵薇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商界都有一定的地位，他的女儿小四月更是遗传了他的美貌，一双大眼睛甚是吸引人。只是春风得意的赵薇对身材也是比较随意，忽胖忽瘦，镁光灯下的赵薇还是光芒四射，但是胖起来的赵薇也是让人不忍直视呀。马伊琍，当年马伊琍在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中饰演紫薇格格，颜值演技也是可以和林心如相媲美的。马伊琍经历过和文章的事情后，虽然消沉过一段时间，但现在马伊琍又美回来了，一家四口现在的生活也算是和睦。赵子琪前段时间播出的《人民的名义》中，钟小艾的扮演者赵子琪也是1976年出生的。剧中的她虽然演技被质疑，但不得不说她的形象还是比较符合剧中人物形象的。赵子琪早前黑料挺多，不过现在也已经嫁为人妇，还有两个孩子，生活也算是比较幸福。梁咏琪当年的短发和爱得起在当时引起人们广泛传唱，在乐坛上也拥有一定的地位。梁咏琪与外籍老公恩爱异常，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现在的梁咏琪虽然并不经常出公众面前，但她对娱乐圈还是有野心的，只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自家公司的新人身上。徐熙媛没想到当年对身材皮肤头发那么爱护的大 S 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，为了家庭为了孩子，她的身材曾发福到不忍直视。现在大 S 已经复出，虽然无论颜值还是身材都不能和当初相比，但也在慢慢的美回来，身上更是增加了母性的光辉。看了这么多41岁的女明星，你觉得谁才是真女神呢？